他们已经两岁半了，对不对？你干嘛瞪我？奶孙带阿孙梦果超萌亮相，金宝3岁退出演艺圈，慢慢走。有看过这么温柔的奶哥吗？ 徐乃麟近代2岁阿孙梦果出席活动，爷孙娘互动，请讲五高高之意。暑假他爸爸妈妈也是有空就带他出去啊，到 Okinawa 他爸爸妈妈了，哪个是他经纪人吧？我有的都给他，他是我经纪人。现在就因为才两三岁嘛，我会跟他爸爸妈妈讲大概这个时候给他留下一些回忆，就跟他3岁以后呢，我们就所有东西我们就不要去参加了，让他就退出演艺圈。三岁就退出了，很早就退休了。他今天很沉默哎，他今天比较那个，因为看到这么多人，现在稍微这个年纪比较懂事了，他知道有点害羞了，怯场。有要催生第二胎了吗？我当然希望啊，希望我女儿快一点啊，因为她一个人太寂寞，她喜欢热闹。她今天比较特别，比较害羞，会不会？不会。梦果之后可能当艺人吗？那将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那个了，对不对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哪怕唱歌，哪怕唱个歌，好听的。算算连我了。
买什么？买什么？害羞。